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32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传承系列的这款乐色星人的第二个角色，这个应该叫做防撞杆，对不对？那么它是一个 Deluxe Class 的等级，但是呢跟上一次的乐色星人一号相比，感觉体型好像小了一圈。那前后左右的话呢，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对比。其实呢以造型来说，它是收得更加的干净利落一点啊，虽然说脚后跟也有一个突出的部件，但是相较于先前这个大脚板的造型，这一款的话呢可以说是在美型度还有这个实用性上呢都得到了很大的强化。那佩戴的武器的话呢则是一对的大枪，看起来像是火箭发射器，火箭炮的一个发射器一样，感觉威力非常的惊人啊。然后背后的话呢有两根延伸出来的烟囱，后面的话呢有这个轮胎。那这个轮子的话呢，有一侧的这个轮子的话呢是可以打开的啊。我们把它打开之后的话呢，可以将它，我受伤了。刚才飞出去的这个轮子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机关的，一样是一个类似于是旋风手里剑的造型。你的话呢啊，也可以把它扣在手臂上面啊。而且这个转动性的话呢还非常的有趣啊，算有点好玩的武器了啊。面雕的话呢也是一个人脸的造型，那一样个红色的墨镜，相较于先前推出的这一款啊，是一个比较粗犷类似于桑吉尔夫的这个感觉。这一款的话呢，这个就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八字胡吧啊。那胸口的话呢立体感做得相当的好，那点缀的涂装让它的造型有一个加分。腰身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的，这个地方转动脚前后左右踢，而这个脚呢做到非常的大，造型呢怪但是呢就很有型。真正要讲丑可能就武器吧，我是觉得稍微造型比较的单调。那人物的站立性啊，这个大脚板的话呢是非常不赖的。 OK， 那总的来说的话吧，人形我还挺满意的，而且它有一个类似于什么呢，像是腹肌一样的这个造型。那我们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武器取一下，后面的这个烟囱一样都给拿下来。那第一个步骤的话呢，先把头啊这个给往下面推下去按下去就可以了。再来的话呢，手臂拳头转内外转180度，然后往上反折起来，这个地方握进去，再把这个地方推开，推过来到这边。那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凸呢要扣进这里，有一个灰色的凹，这里要把它记得要把它给塞进去。那塞的时候要稍微对一下角度，对准的话呢这边的这个灰色的这个凸呢会去卡住这个粉红色的这个部分啊。我们这样子转这个方向给各位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地方这里主要是上面这里对准之后把它给放进去啊。那内部的话呢另外一个灰色就会自动去扣到这个。再来的话，我们把身体的话是往这一侧转，再来的话呢按照说明书的变法呢，我们是将脚变成一个内八。内八之后啊，我们先处理车头好了。车头的话呢就是利用里头一个双动关节把它整个给推下去之后，那我们这个腰的话可以再调整一下，那这里有一个凸要扣进，这里有三个凹在里头，那我们是扣中间那一个，这个有三个洞的时候你要扣中间那一个，对吧？没问题吧，是吧？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给扣进去啊。这个刚刚听懂的人就是懂啊，听不懂的就是玩玩具就可以了啊。好，前面就这样扣上去了，然后呢这个把手翻出来。后脚的变法呢基本是一样的，一样是要把里面这个双动关节啊要把它给推这样子，然后有点类似把腿整个给缩短摆到这边。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后轮呢是松动的，没有固定的，它要怎么固定呢，是靠这个东西去扣它。那扣的时候呢是以这个形象，这个形象你看到没有，这里不是有个缺口在这儿吗，这个缺口就是对这边，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然后这里有一个凸跟凹，在这里就把它给扣上。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部件呢完美的将会这个没有固定住的两个部件呢互相搭起了一个桥梁，就把它们给锁定住了。然后最后这个部分的话则是注意看啊，这个男人太狠了，把洞啊不是
这个注意看，这个偷胶布要把它放到下方去。那握的时候就是把偷胶布要朝下，你先把它握住，握在这边，握进去之后，然后这里是有一个缺口嘛，这个缺口就是跟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凸就刚好可以把它给抠进去。好，这样子把它给卡进去了啊，到这边。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把它给抠进去。然后往上面推过来，哎，这边比较感情比较好，一下子就进去了啊。可能他看刚那边已经进去了，他就比较容易进去。好，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变形之后的样子。能动的地方就是轮胎，但是轮胎的滚动性的话呢，就是算是中等偏上，中等偏上。然后车子因为没有一个起落架啊，你就放开它就自动就停在桌面上。那是一个比较重型的摩托车，这一侧这边跟这一侧差别只有在几个螺丝钉而已。然后呢，它的龙头就是一个车头的部分，是这里可以动，但动这里的时候轮胎没跟着动啊，所以是一个伪可动，伪可动。然后造型其实我觉得也是还蛮喜欢的啊。总体来说的话，这款玩具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然后呢，它的盒子的后方啊，有提供一些其他的组合方式，甚至呢，这两款是可以拼凑出一个更大型的机器人或者是载具，因为它本身是可以拔叉变形的。那这个部分就大家自己上网去看就可以了，我们就不在节目里头多做这个展示了啊。那就利用今天呢，一个已经深夜的时分呢，跟大家透过玩具来聊聊天，分享一下我今天的一个心情啊。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